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这个大圣升华三，升华三的关卡。好，这个我们开始先出一点小CD，好不好？有多小呢？能多小就多小啊，对，能多大就多大。啊，推他了。大圣的要诀就是血越多哈，这个越不怕打。所以我就帮他补一点血量。三回合 ，CD 好像储的太慢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有这个回复力。啊，手叠七康哎，完全是没有伤害的，完全没有伤害哈。因为他防御力非常高。啊，多高啊！叫，有没有？叫，哎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就算了啊。断气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是小小的危险哦。哎呀，又吓到我的光珠，我的光珠可以留下吗？然后偏偏在这每次都给我搞这个，在这一回合的时候，光珠就没半颗了。好，因为避免下一关我们的这个血量不够哦，所以我还是先补血再说。好，补血。好，破防。破防。我们破防要延续到下一关哦，所以这关继续扁哦。这很多久的一个防御力哦。就是一样哈，延续的使用。我们能否一波带走呢？咔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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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！哦，好，大圣，升华三的关卡。好，谢谢大圣的观赏，拜拜。